24岁的雪飞是个独自在北京打拼的湖北人。3年前，喜爱传统文化的雪飞加入了一家汉服社团，成为其中射箭兴趣小组的一员。每个周末，他都会特意抽出一天，赶往西四环边上的一处空地，和伙伴们一起练习射箭。手啊，让他往这边转一点点，不是说不是这样这样完工，这样完工的话它不直，你把胳膊这样。雪飞他们使用的是传统功，就是相当于是什么传统功，从站姿、扣弦到搭箭开弓的技巧都与现代弓箭不同，更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。你拉的时候要往下，有时候往下力。这个秋天，雪飞所在的汉服社团打算组织一场大型的演礼活动，射礼，而雪飞是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。半个月前，雪飞在汉服社的贴吧里发了帖子，希望大家共同寻找适合办社里的场地，却迟迟没有等到实际内容的回复。任东，任东，你看那场地那帖子吗？不靠谱啊！你联系一下国粹院那个去年那个场地，不行了是吧？你已经联系过了是吧？5万，那个团城那边呢？你已经联系过了是吧？伙伴联系的场地要收取高昂的租金，付筹经费的爱好者们根本无力负担。雪飞十分担心今年的社礼能否如期举行。这个周六，趁着同伴们加班不能练习，雪飞独自去购买社里所需衣服的布料。三个还要啊？大型礼仪所用的汉服，样式繁复，十分耗费布料。社里需要几十个人参加。服装道具加上弓箭等，又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哎呀，我不扛了，扛不了，太累，累。就搞一些这样。虽然剪裁工作交给了熟悉的裁缝店，不需要自己操心，但花纹图样却没有办法买到现成的，雪飞只能自己绘制图样，找小作坊做印染。我是80年代人嘛，是80年初日本的动漫，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看这长大的，小时候非常羡慕他们的文化，长大以后才觉得我们其实也有，而且我们有比他们更优秀的东西，所以说有时候觉得非常可惜，所以说我就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会找回我们自己的东西给下一代人看。我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？摄政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时间短了。最近，雪飞所在的汉服社接到了一个汉服文化节的邀请，射箭小组的成员要在文化节上表演射箭阵列，队形和动作都要自己设计，这必须是一个奇数，不能是偶数。那就再加一个人呗。可以，七个人。那加谁啊？找人家。他愿不愿意去？关键要请2天假，这事儿其实挺麻烦的。我先问一下奎儿吧，看他们能不能加人。不能加人怎么办啊？就是没有指挥了呗，指挥就在里面喊。行，几个人啊？大场地啊？哎，不对，假设是这么一个场地，就是说你一个，
333吗？设礼是需要许多组人员协调完成的大型礼仪。嗯，比如说。而设阵虽然相对简单，只是对弓箭技巧和阵列变换的演示，但却需要射箭小组的成员完美配合。中秋节这天，雪飞穿上了一件汉服。今天是汉服社聚会的日子，但因为工作上出了些问题，雪飞迟到了。雪飞在一家大型游戏公司做美术设计，平时工作很忙。快过去吧，快过去吧。分组，我们已经分完了。活动怎么着了？您怎么才来啊？啊，我这一盘崩。得，那行吧，下午活动就是，两点的时候回来。啊，还在这儿。然后那个上午活动已经完了是吧？对，完了，现在就是合影。汉服也称华服，是指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服饰。最近十年来，许多爱好者加入到复兴汉服的行列。这个社团叫汉服北京，简称汉北，是一个松散的汉服爱好者联盟，里面有许多的兴趣小组。汉北经常举行各类活动，每年秋天的社礼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。中秋当晚，雪飞召集射箭小组的成员一起吃饭。这里现在就是除了场地以外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个详细的那个场地要求我已经做好了，那个东西最高标准和最低标准。你只要跑公园那一看，公园都很容易去了。公园不一定，所以不是你说我找那公园，不是公园是什么呢？有这种古建的公园，有这种古建的公园就让你好用一些。这个谈好也是可以的，不过人家不好谈。咱们现在是还属于基本还是属于那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，对。就是别人说你要去办这个活动，你公司是哪家呀？没公司，我们都是民间小社团，那没法弄就，哎，尴尬。那个把火关小一点，你赶紧吃，赶紧吃个。雪飞特别希望能举办一场成功的社礼，但同伴们和他一样都有工作，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。先站好。先站好。先。还有没人看？你先站正中，七个人，这边三个，这边三个。今天你看，今天五个，然后周约，对吧？这样才对。我旁边待会儿是谁？对。啊，入场，走。对，然后再谈怎么减时间。走。每次变风时，我们自己找位置就完了。风使阵列阵。哇，其实我觉得变身的时候慢也不错，你让你变好啊就是。都不讲过虚怎么走，对不对？这么走，脚步这样背啊，就是这样看，比你这样越好看一点。这么太二了，你知道吗？爬步这样，就这样，是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步伐也好统一。然后你能把自己的顺序接好了，然后两边互相看着点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别跑得像个小鸡子似的这样跑，太小家子气了。对，问你啊，等会儿休息会儿吧。才刚练多少啊？对啊，可能一下就那么牛。休息会儿。对，到时候就再看看啊。咱们出来先排练。这里场地始终找不到，同伴们决定放弃，雪飞却不甘心。这一天他独自寻找郊野公园，希望能找到一片适合举办社礼的场地。社礼是中国古代体现尚武精神的重要礼仪，有古书中记载的明确流程，参与人数众多，对场地的要求相当严格。这期这后都是后做的，
这种。市里需要一个有台阶的大堂，让宾主落座。堂前还需要有能满足弓箭射程的一块空场。雪飞找了一天，跑了好几家郊野公园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。很多人员他对这个事情不是太上心，因为那个严密组织我们是太松散了，他就觉得哎，他肯定去做这个事儿了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就做好我这个事儿就行了。可哎，他就做这个事儿了，我不知道他做这个事儿了，是吧？他没有太松散，就很难去把控这个我们的小伙伴们。所以说当时想了，就所有的希望全部都破灭了。走一遍，快点！不是，那你要喝，赶紧喝，喝！咬不开，那你跟他咬啊！还留半截。准备啊！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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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昨天在那放着，大家在一起，你也不可能批评他吧？你也没拿，他也没拿你钱，对吧？大家都是在一起做这个事儿，其实也都是想上心做这事儿，只不过是一个协调问题。社里无法举办，雪飞希望靠社镇来弥补遗憾。可马上就要到演出的日子了，社镇的效果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。那一样你带了吗？你带了吗？你没带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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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三件，一零你的那件呢？我那件不要慌。那件留言呢？我说过，我留言自己的，留言自己的有，留言自己有啊。我拿了，没有你的。啊、那就穿成绿色的了呗，那挺乱的了。没事没事，你的。哎，没了你，这是我的，我弄的。很大，每次排练雪飞他们都要尽量做好保护措施，防止受伤。你可以慢一点节奏。带个东西，胶布。你刚才是不是吃了半件？远东的手扎进了木刺，需要去医院检查。剩下的同伴们只好自行排练，谁都不知道他们明天还能否顺利演出。
你不会丢了红飞鱼吧？没有，那个他穿的。从西塘回来的第二天，薛飞他们突然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可以在北京的文保单位历代帝王庙表演设立。然后就小虎没什么工作，在这块。汉服设立礼仪、服装、弓箭、乐器等小组的核心成员紧急碰头，在一家小餐馆里开会布置。三哦，我是奶三哦，赶快进。你进啊，我这有人员在这儿，你看、啊。子云、刘渊、刘渊、小黄、小黄一零、小黄一零。OK。然后小黄也是。谁当抬把架子的执事？没了。那把子什么时候运过去？明天下午4:30，忍冬负责。好。表演时间被主办方定在2天后的周四，因为是工作日，大家只能从单位请假参加。这里不得不按照要求缩减时间，彩排也只能在表演当天进行。尽管如此，原本全无希望的设立能够如期举办，大家还是十分的兴奋。紧张。哎，这就是你们那剑是吗？我是这儿馆长，这就是你们那剑。对对对。你安全有保障吗？有保障。有保障。这个不是把，不是猎剑头。这哥们是射靶的。我们做过处理的。命，陈雪飞、黄伟林为上楼。然后我往那边走。对对对。往前面。你们站的就有点问题了啊。是吗？命，于志辉。外面还是款那个。这个剑是，我们档案主任有人跟我提了，他以为是你们那个剑都是那种塑料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就看是真剑，我们就慎得。对，没有这个，大家都可以往前看，是不是？对。观赏效果更好，就是因为有这剑的问题，都还拉着警戒线，这其实都影响观看了。这是我们有安全性。我们觉得你就来这弓，你这剑是来这弓，就是比观摩试一下，你手里都别拿剑了，咱们不是别拿箭头了，你就这么试一比。这样就得了，我们注重看的是前面的这些形式啊。本身也是一个观摩，大家不是说真是射。你这不就是这句话就是武器吗？对，这个有箭是肯定是不行。很简单的一个问题。对于您来讲很简，对我们来讲很复杂。这个有什么复杂的呀？我就不能对，就是拿着。比划一下吗？其实有时候也不算想的，也不是来表演的，是真的是想来演礼的。而且已经连演礼不演礼那是您的问题。我如果您以后想演礼的话，您再跟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不是那个，就是教育活动啊。我们是想这么想的，我们想的是那个，看能不能把那个箭头换成橡胶箭。是这样，朋友，我们是主办方和承办方，你们需要听我的，明白吗？对不对呀？现在就是可以用弓，不可以用箭。对。当时特别烦躁，那个时候是真的，整个都降到最低点了，心里降到冰点了，就是所有的希望，所有事全部都弄完了，最后来一句。什么叫不把箭射出去？就不许他们不许拉弓，不许射。那你过来干嘛？说好临时的问题，就刚刚的事儿，就刚刚的。嗯，人家的意思，要不然你们就别搞了，你们就出去，咱就是这个意思。请假过来了，容易吗？行吧，我们商量一下吧，好吧？我们这多少这40多个人呢，我们都得给所有人一个交代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先开，我们开十几分钟会，好吧？哎。他以为我们是戏班子，你知道吗？忍冬把橡皮头拿过来看看，这个可不可以？他去拿去了。对。他有多少橡皮头啊？50多。快！换箭头，快换箭头！换箭头来几个？经过交涉，主办方终于同意在设立中使用橡胶箭头。不是，上楼，上车。
是非所在的一方输了，要喝下罚酒，至此设立全部结束。这是一个现代社会，我们也是现代人，我们复兴汉服不是为了回到过去，不是复古，是为了找回我们民族曾经美丽的东西。如果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，人们不会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，也不会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，这就够了。